大家好，夏天要多吃洋葱，祛湿祛寒，增加免疫力。冬天的病夏天治，夏天的病冬天治。现在我们就分享一个洋葱好吃的做法，让洋葱不辣眼，我们做点基础工作。它就不辣眼了，要把盐搓到这个缝里头，它就不辣眼了。倒碗清水，把花生米表面的灰尘洗净，白芝麻、辣椒粉、五香粉、色拉油，撒点胡椒粒，一定要小火慢炸。葡萄醋、蚝油、搅匀，这个料汁太香了。色拉油、凉油，倒入花生米，慢火慢慢的炒香，炒，这样就熟了，盛出备用。洋葱呢已经腌好了，这样切呢就不辣眼了。舀好的料汁，二次倒入料汁，这味道太香了，满屋飘着辣香，美味的小凉菜拌好了，爽脆开胃，下酒又下饭，喜欢的朋友快点来试试吧。